要想扶起他，我没有让他抢，因为他要嫁的人我们已经监控了多年，没有想到林小小女儿卷进来，为了不让他彻底的卷进来，为了他的一生，为了找到规矩，我们总队党委经过研究，报警审讯省委批准，决定让你帮这个忙，找林小小谈话，阻止他结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叫王亚东的人是国际杀手集团的一个成员，不过他没有血债，是被胁迫的从犯，也可能他是想金盆洗手，但是我们对他一直是怀疑的，他跟国外杀手集团是有联系的。我能向他透露王亚东的真实身份吗？不能。那让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又不能向他透露王亚东的真实身份，我怎么阻止他结婚呢？小小，跟我回家好吗？回家？回谁的家？你的家，你自己的家，你父母的家。你错了，现在这里才是我的家。这不是你的家，小小，你醒一醒。你知道什么是婚姻吗？什么是家庭吗？家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你觉得你现在安全吗？他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吗？你能给我安全感吗？这不是一回事。这就是一回事。何晨光，你今天跑来跟我说这些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没意思吗？我不会走的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现在要回去。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的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我为什么要后悔？你也不想想，靠他开军品店，他买得起这样的别墅吗？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吗？你没有想过那钱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没想过，我也从来不想想。你疯了？我没疯，他对我很好，我只爱爱我的人。万一他是个坏人呢？就算他是坏人，他对我好就足够了。鞋穿上吧。看到了吧，他想到了，你呢？小小，跟我回家吧，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他是我老公，我要跟他回家。